错了哥，你不有道，你没大招啦，没大招你就等着被我控烂。哎呦喂，他有大招哎、欸，膨胀了。哎，我以为我可以了，膨胀了，膨胀了。天才带出官方 LINE 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带出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天才带出，让你的游戏更好玩。真难玩。哎，来个沃马尔吧。沃马尔了，来个沃马尔吧。开学，但大学还没。大学生有这么神秘的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刚开学，早上搬书进教室可能很浅。那但也不要打传说，如果是的话。19号才开学，大学生，被阳造型买了没？没有嘞。好了，沃马尔了，第二排是不是有了？来了，沃马尔了，你没有吃过那个波夺翼吗？他叫帅哥魏伟，想说，我、哦、靠，我没有带到制裁，不会吧？吓死宝宝！哦，指标大象，HK 咖喱，哎。咖喱啦，听起来怪怪的，那是什么？沃马尔，那是好像是意式料理，博多意是不是？哎，等等加好友，这个造型稳的啦。我想，天才早上好，沃马尔。不过这个造型的那个晕眩不大明显，它是落下一个东西的。它是上面落一个雪球的。算是另类的那个特效吧。欸，我现在发现它左边是拿一个雪人的头，欸，超好笑。圣诞树跟雪人头。OK。这次我没记错主一对吧，主击飞的那种。可惜，如果其中一下有暴击他就死了，有晕眩他就死了。沃马尔前期很强，不用怕，超凶的那种。那边这么贪心，双吃。没有人要来啊，很久嘞。刚刚没人来，我是有点稍微小傻眼了。清兵。你要害臊吗？你害臊吗？哇，没有要开。快叫！这波我应该没有跟他。OK， 拉一下。这波可以跟看看。我怎么觉得他不会开？哎，漂亮，帅啦！转，晕烂，超爽！晕一个，敲，帅啦！沃马尔，好，第二波小林的声音哦，披萨店还不错哦。所以那个博多意你们是吃过的，了解。披萨店，那我要吃意大利面。现在这个兰朵啊，这只角色越来越少遇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没那么强势吗？应该是哦。真的控烂，沃马尔这英雄牛批，3200经济还可以了。笑死！走进去烫一个，赚到一只那个螃蟹，可惜，还可以压塔，我认真的。
飞塔好不好？飞塔飞吗？哎，剩两百多，你们也推一下。得得，啊，这打一下会怎样？真的是没人懂我的明白啊！刚那，可惜刚刚那一波进塔杀这么帅，晕死你！舒服嘞，哎呦，舒服嘞，哎呦，我个人就觉得还可以打啦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打啦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碎啦，愤怒的铁锤，必须的。我妈的，那个小型会战超强。你们打人这么痛啊？敲烂，扛烂的敲烂，必须的、哦。这是又扛又痛又哎、欸，又扛又痛又控，你懂吗？OK 的，这装备我研究出来的、哦。哎，没上倒车。对面又想打了，想打我就陪你们。错了哥，你不有大，你没大招啦。没大招你就等着被我控烂！哎呦喂，他有大招哎！膨胀了！哎，我以为我可以了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，啊、还好了，膨胀一次应该还好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我想给他们死。你过去，你过去是不是？回来，有点扛，超扛，对面没招了，别怕。带个线头。哎，怎么死光了？哭啊！凯撒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啦，凯撒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啦。沃马尔，我们的吗？学，你有没有看那个几的血量？直接蒸发、啊。你看那个警打我，我们那个血。真的假的、啊？哎呦，真的、欸，是可以锤一下啦！哎呦，那个飞泪这么痛啊！加水，碎啦！早安啊，小鱼。输有料吗？还行吧。哎，压低啊。差不多就好哦。你也是哦。差不多就好了。差不多就好。舒服嘞。霍马尔再拿这个 buff， 舒服了。一波结束，谢谢。血量16000。说多不算多。感谢天才，谢我干嘛？谢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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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队友了，很强了，杀他！给他死！天哪！沃马尔就很爽，对吧 ？MVP 好不好？哎，第二名，但是我们是金牌坦克，
我们这个伤害应该也是不低的，扛伤25啊，输出才19，还好。第二高19.5，哇，第澳门第一查哥纳尔，慢下来，大象长翅膀，可这翅膀我看有点脆弱，应该是飞不起来。杀人诛心没有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像萧炎的，你知道吗？异火，奇怪，我家没打火机吗？哎呀，我家没有打火机啊，阿波补一个吧。点点点是这样，不是这个大人小孩都爱看的、啊《斗破苍穹》啊，来捡了。